南投指南宫假日一大早就有不少信徒来这里参详祭拜。庙内香火鼎盛，元旦倒数计时，指南宫2021年的金牛钱母造型曝光，信徒好心动。比较有特色吧，因为它的花纹，以往的花纹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今年花纹比较明显。元旦会加彩排吗？元旦会一定要的。每年的元旦、春节，指南宫都会发放生肖钱母，总是吸引大批民众来排队。像是今年的大年初一，庙前的人流长达7公里，涌进超过5万人来抢牌。想要领金牛钱母的人要注意了，受到本土零确诊破功影响，庙方担心民众群聚，祭出防疫新规定，口罩一定要戴，哦，那这里口罩一定要戴，因为现在政府规定，所以我们以往都有发放点心嘛，还有发放鱼，还有什么暖暖包，我们今年就不发放。没戴口罩就不给钱母，现场除了庙方人员，还会有卫生局等相关单位的人员，如果违反规定，恐怕不只是拿不到钱母，还可能被开罚。你哪边求签还是要求签的话，就是哦，就是里面保持一个2-3-4个人这样子。除了人员管制，庙方也引进新设备，随时监控体温。至于排队的动线和去年相同，主委也强调，当天只要11点前来排队的，就能领取钱母。也呼吁信徒不要提前彻夜排队。记者曾伟翔、林嘉欣、张景成 ，SNG 小组南投采访报道。立刻订阅中天电视，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